这是一个，无家可归的。美国这边，在两个商店之间，有一段花丛，草丛中间有一个人搭个帐篷，然后就在这儿生活。加州阳光明媚啊。这是他的巢穴，这边是 lowers，然后这边是有他的，旁边有一个沃尔玛，有个 plaza，有 Ross，啥都有。然后这是他的，拉回来的箱子盒子，a quart，拉回来好几辆。拉回来有3辆沃尔玛的车子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这是张东在美国，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给您带来的报道。这边是，货，Lowers 这个家居放的货非常多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上午的11点多吧。11:50，看这个飞机飞过天空，展现它的美丽啊！